说是广州某商场超豪华会员厕所 VIP 会员专用厕所内景曝光，日均累计消费满25000元或半年内在商场任何店铺累计消费满50000元方可入厕，厕所内壁贴有春宫图。把厕所搞得像五星宾馆，谁还有心思在这里大小便？有些明星也只喜欢在厕所内玩自拍，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下。再多上一遍，哦，你最好认真一点。为何你爱看我花叶裙装？是不是在嫌我眼睛不够大？打我的肩膀，你却盯着街头辣妹。哦，你最好忠诚一点。说出你爱我的5个理由，我就送给你我的。